七块了，运气这么好。Hello， 狐熊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雕熊，好久没有砸过蛋蛋了。今天我的小狐狸跟我说，蛋蛋来了，现金、魔术、雪花，我看见没有？这里很直接了当的就给我们印出了这个 money 的东西。开箱，开箱，就这个，这个花花绿绿的，挺好看的。那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我们开一下。雪花这个，我写的非使用，魔术雪花，先倒水后加料，再加水成品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变成什么样子，变成雪花吗？去倒这点水。噔噔噔，我回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已经加了水了啊！我把这个东西倒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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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进去。膨胀起来了，就是要搅拌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黏糊糊的，有点凉凉的，就这个样子的，有点像那种冰水的感觉。我要加点水。这有点不像雪花，这感觉像那种冰加水的那种混合物，挺好玩的。行吧，既然是这么一个东西，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现金是什么意思。这里呢，一共花了我68块钱，68块钱里面肯定是有，可能也有一包这个东西。还有什么？这里没有现金啊，现金啊，现金啊，说好的没有，没有，现金来了，1块钱。哎呀，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到底能中多少钱。这个雪花挺无聊的，没有玩过的是觉得挺神奇的。你看，现在还是冻成这样子的。再揭开吧，没有，没有钱，没有钱，就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来钱，就1块钱吗？就1块钱吗？没有，1块钱就1块钱，2块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1块钱，3块钱。啊，这个几率不是很高，它主要主打的产品应该是这个，所以像酱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又没有，怎么就3块钱啊？4块了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又没有，说好的是炸蛋蛋，结果是这样子，根本不适合炸，没有，还没露出来，没有，又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1块，5块钱了啊，再来，没有，再来6块了，再来7块，哇，运气这么好。没有，哇，这十几个都没有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哎，没有了，哎，哇，10块钱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个真是赚的盆满钵满，是吧？哎呀，那还可以，又一个1块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哇，哎，抢过来，哇，个没有，又1块，哦，哦，一口气搞了那么多，感觉这里已经有将近20块了啊，我们其实亏的也不多，嗯，好像亏的挺多的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快来个10块，来个50，没有，又没有，又没有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最后还10个了，5块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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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那这个5块一来，感觉又少亏了很多，又1块，来，又1块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又没有，又没有，来一个，没有，来一个，没有，最后3个，来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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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5块，5块，又是5块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哎，1块，哇，这最后3个都给你吗？这个肯定也是10块，没有了，好像又亏了，啊，算一下算一下，20、20、20、20，68减38，那就是30块钱，30块钱还有这么多这个一点不好玩的东西，又亏了。那么本次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有朋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话，欢迎底下评论告诉我，我将会感谢你。哎，又亏了30块钱，牛肉面又没有了。